你不是起飞了吗？回来干啥呀？拿点衣服，天冷了，冻脚脖子。你看看你那熊样，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呀？废物！我不是废物，我爱我的祖国，我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着。生如炎黄，育我华夏，待之有为，必报中华。好样的，不愧是我儿子。但我还是不想让你当精神小伙。